新中国第一所纺织高等院校。这里是纺织界闻名遐迩的中国纺织大学。这里是特色鲜明的多科性国家重点高校。东华大学，这所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作为培养高层次人才、实现产学研结合的重要教育基地之一，开启了多少奋进的青春之旅，奏响了多少恢宏的科教乐章。历经60年沧桑巨变，东华大学走出了一片越来越广阔的天空。占地400亩的延安路校区，占地1500亩的松江校区，占地12亩的新华路校区，在这所融江南园林特色与现代建筑风格为一体，集繁华与宁静于一身的校园里，生态化、人文化、信息化、现代化，成为它独特的气质。1960年被确立为全国重点大学，是中国首批具有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授予权的大学之一。12个专业学院及体育部、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组成了东华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大学的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一个一级国家重点学科，6个国家二级重点学科，7个上海市重点学科，5个博士后流动站，10个国家级和教育部科技创新基地，7个一级博士授权点，20个一级硕士授权点，53个本科专业，构筑起了东华大学多层次高水平大学的框架。近年来，东华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工为主、工、理、管、文等学科协调发展、特色鲜明的多科性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等方面跃上了新的台阶。东华大学精英汇聚，名师荟萃，现有2院院士7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6名，专任教师1246名，多名教师入选国家级、上海市各类高层次人才计划，获得各类荣誉称号，师资队伍结构不断优化，整体水平稳步提升。2006年，以优秀成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2009年底，绩效评价位于教育部72所部属高校第15名。而今，东华大学正朝着国内一流、国际有影响、有特色的高水平大学目标不断迈进。东华大学秉承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优良校风，以崇德博学、励志上实为校训，推行一切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与成才为中心的办学理念。近年来，加快实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教学结构与层次不断优化，教学质量不断提升，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得以实现。学校积极推进教育部质量工程，入选国家教学名师1人，国家级教学团队4个，国家特色专业项目8个，教育部双语教学示范课程3门，国家级精品课程12门。2010年，学校成为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训计划首批试点高校。
学校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上沉浸卓著，囊括了迄今为止纺织学科领域七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东华学子获得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110项，在国内外重大比赛中多次获得特等奖、金奖或冠军。东华大学的毕业生深受社会各界的赞誉，毕业生就业状况态势良好，研究生就业率连续多年达到100%，本科生就业率近年来均保持在95%以上。2009年，学校学生就业工作荣获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东华大学自建校之日起，就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丰衣足食紧密相连。60年来，始终坚持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传统，瞄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整合社会资源，承担重大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取得了一大批先进科技成果，社会影响和国际声誉不断提升。东华大学的专利申报书名列全国高校前列，纺织类论文在 SCI、EI、ISTP 三大检索论文的引用数已经连续3年居世界同类院校之首，并在2005年超过了世界其他著名纺织院校的总和。以工为主的学科特色，形成了东华大学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传统，取得了一批极具影响力的科研成果。这些成果广泛应用于航天、军事、环保、新材料、先进制造等领域，特别是为国家航天工程和国防科技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在973、863等重大重点项目有了新突破，连续8年获17项国家级科技奖项，服装设计方案入选2010年上海世博职业服装。今天的东华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加速自身的发展，学校成功举办各类国际学术会议，彰显了特色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东华大学已与世界各国70多所知名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及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国际知名学者纷至沓来，每年有大批教师出国留学访问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学校自1954年开始招收外国留学生，是中国第一批招收留学生的院校之一，不仅开设了面向留学生全英语授课的本科和硕士特色专业，而且所有的博士专业均可英语授课。2010年，有来自122个国家3800多名留学生在校学习。在这里，除了一睹国际学术大师的风采，还可以随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交流学习。不同肤色的学生走进东华汲取营养，搭建起了一座东华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校园文化丰富多彩，特色鲜明。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上海大学生服饰艺术实践基地、上海纺织服饰博物馆等平台，为东华校园文化品牌建设提供着坚实基础。学校积极推进时尚艺术、服务文化特色项目，向中国、向世界展现东华文化的绚丽美好。
文体活动丰富了校园文化的色彩，高雅艺术进校园和大型文艺汇演充分展现了学生较高的艺术鉴赏力和创造力。课外体育项目面广量大，足球、手球以及攀岩是东华大学实力雄厚的优势项目。这些体育项目增强了学生的体魄，更增强了学校的凝聚力。蓬勃发展的学生社团成为活跃校园文化、传承东华精神的力量。近百个特色鲜明的社团拥有近万名注册会员，让学生在展示自我中团结协作，共享进步。志愿服务社会，热情贡献社会，是东华学子的抱负与理想。近百支大型社会实践队伍，千余名志愿者分赴全国各地支援西部科技下乡、法律援助、帮困助学，多层面、多方位的志愿服务项目，让学生在服务社会中磨练意志，增长才干。东华学子成功的服务2010年上海世博会，担任世博场馆工作人员、志愿者，参演世博会开幕式和闭幕式，在世博大舞台上充分展现东华学生的风采，赢得国内外来宾的赞誉。生态化的环境，人文化的氛围，信息化的平台，现代化的设施，东华大学正一步步地展现它动人的魅力和无限的未来。明日东华绘就“十二五”发展的蓝图，展现辉煌的未来。东华锦绣未来，未来锦绣东华。